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分哥分享，我是分哥。今天呢，我来介绍一下正则表达式最基本的用法。今天我们会用到这个网站 rejects101.com 这个网站，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。还不熟悉这个网站的小伙伴，可以点一下右上角感叹号里面的视频链接。看一下我发布的上一个视频。今天我要讲的内容会比较简单。正则表达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算一个非常常用的工具，特别是在文本的替换中。正则表达式通常有普通字符、特殊字符组成。普通字符就是并没有特殊含义的字符，匹配文本中相同的文本，而特殊字符呢，就包含它有特殊的含义。那今天呢，我会介绍语言字符序列中的点字符。语言字符序列就是用来匹配文本的字符，重复。那重复字符呢，就是用来定义我们的语言字符重复的次数，所以呢，它是特殊的一种字符，用来定义重复。而在替换当中呢，我们常常用到杠一、杠零这种，它代表匹配的内容。今天我会介绍杠零，所以今天我主要介绍杠零，还有重复中的星号。还有语言序列中的点号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在正则表达式中最简单的一种匹配方式，也是在生活中最有用、最常用的一种匹配方式。我这边有一段文本，我把它复制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呢是网络小说中经常会有出现的章节的名称，通常是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这样子。有时候我们需要把一个网络小说变成一本电子书的时候，我们会需要在章节的名称前后加上 H1，也就是这样子。比如说，我要把第一章替换成 H1 的第一章，就是替换成这样一个标记的形式。那我们通常我们在文本编辑器里面，我们会去搜索第一章，搜索第一章，然后进行匹配。那匹配，然后去替换，就会替换成这样子。那如果我们有一个非常长的文本，几千章的文本，你要做这样的替换是非常的麻烦的，可能会花你一整天的时间。而如果你用正则表达式呢，你可能几秒钟就做完了。在这地方，第一章这倒是一个普通字符，所以 D 就匹配 D。一就匹配一章，也就匹配章，所以它不会匹配任何其他的地方，它只会匹配这一行。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用我们的点这个序号，点这个语言字符序列，那它呢代表什么？它代表任意的字符，也就是任意的一个字符。所以一是一个，二是一个，三也能匹配。所以这些都属于一个字符，和点代表任意的一个字符，所以40这是两个字符，点不能代表两个字符，点也不能代表50这两个字符，所以它不会匹配这两行。那点也不会代表零个字符，点是一个任意的字符，所以第一章也不会被匹配到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使用到我们的重复的特殊标记，重复符。所以星号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重复符。星号代表0到多个
字符，所以是零到无穷次的匹配。所以这是意思就是，任意一个字符，任意的一个字符重复零到无穷次，所以现在就可以匹配到所有的章节了，甚至这个第章也能匹配到，因为它代表零次的话就是第章，那代表一次、二一次、三一次就是这些，四和零。因为点代表任意字符，所以它可以代表四，也可以代表零，所以任意字符重复两次，就是这种情况。这也是任意字符重复两次，所以 D 点心章就可以代表所有的这些。你会发现在替换当中，每一行都被替换掉了，但所有的都被替换成了第一章，这不是我们要的结果，因为我不想把第二章也变成第一章。虽然加上了 H1 这个标记，但是你把它变成第一章了，这个把内容都改掉了，这不是我们想要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之前说的替换符号杠零。杠零代表匹配本身，所以杠零在这边就代表第一章，第二行就代表第一章，第三行就代表第二章，所以它就是代表它自己。所以 H1 中间是一个杠零，就是它自己本身。所以你就会出现正确的替换，所以呢，这样子就把我们所要的替换完全做出来了。用 D 点心章来匹配所有的章节名称，然后呢，用杠零来放在我们的替换里面，就可以替换到我们要的结果。有些有章节名的，比如说第一章。分割很帅，像这种情况，那第二章分割有钱，你看，那你替换出来的是这样一个结果，因为这些并没有匹配到，并没有匹配到，所以呢，你只匹配到第一章。那没有匹配到的东西不会被替换掉，所以 H1 会被加到第一章的后面，而不是整一行的后面。那这样的替换也不是我们要的结果。如果我们想把 H1 加在整行的话，我们需要把分割很帅和分割有钱也一起匹配到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举一反三，在这后面我们还需要一个点心。这样呢，就可以匹配到第一章后面的内容。那这样我们替换出来的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了。因为这样一个正则表达式匹配的是这一整行 D， 然后任意字符，然后后面有个章字，然后有任意的字符，那这些都能匹配到。那这整个匹配就是匹配到整一行，那杠零代表整一行的内容了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把我们整一行都替换掉了。 OK， 那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，那下一节课呢，我会讲讲正则表达式其他的语言字符序列的用法。 OK， 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不要忘了点赞订阅还有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